怎么了？哎呀，这片子断了，这次恐怕真的接不上了。哼，岛位太老了，没法演了。您要是再回广西啊，就让老莫再给您弄个新的吧。我做梦都想回广西，这水干净是干净，就是没有我们广西水甜呐。哪天啊，等阿德再回广西，让他带你回去再看看。可是。 Beautiful melody. Oh, yes. This is a folk song from my grandfather's homeland. It's called Thirsty Liu. Your grandfather sang you this song? Oh,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whenever he has the birthday party, he always plays this one movie named Thirsty Liu for everybody. The one I just played is the theme song from the movie. Thirsty Liu? Is this the name of a singer? I don't think so. She's a goddess from an old Chinese legend. And my grandfather also tells me, in his homeland of Guangxi, when the girl sings so beautifully, people just call her Third Sister Liu. So, the first Third Sister Liu, she's from what era? I don't know. Wei, you are my best student. You've learned the art of composing music here. These difficulties you're encountering in your life are not about technique. You need soul. What soul? If I was you, I'd return to your grandfather's village in search of this soul. You mean, Thursday's little soul? 阿德的机票是哪天的？后天晚上的。啊，阿德呢？贪玩，他的父母呢？整年住在非洲，研究长颈鹿，顾不得阿德。我也老了。 阿德这次回广西，要是能够给我带回一个孙子媳妇来，我就高兴。不知道阿德能不能明白您这番心意呀？我给老莫写信了，他会安排的。我那个伟京老叔啊，他是个大好人，爱国华侨。他跟我呀，想当年给你们寨子捐了款，修了小学啊，你也因为接待他有功呢。 被特使去表扬，老莫，这个事儿你说了100多遍了，100遍也不算多呀。我真忙，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嫌我烦。哎，美静老叔啊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孙子要到这儿来旅游，既然你忙，那我就把这个活儿转给别的旅行社啊。哎，老莫，莫叔，莫叔喂，莫叔。 您别走，我们呢坐下来慢慢说啊。算了算了，你不是忙吗？我走了，我走了。哎呦，莫叔，莫叔，您是咱们旅行社的老导游、老前辈了，这肥水还不流外人田吗？嗯，这话说得好。伟京老叔啊，已经把钱都打到我的银行卡上了啊，50000人民币 ，Dallas， 美国钱。 哈哈哈！哎呀，莫叔，您看，这事儿您早点说呀！要不是我退居二线呢，这接待外宾的好事哪轮得到你们去啊？哎，可不是嘛，您老的英语那多棒！I English wonderful. Yes.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你给我找一个最能干的导游来。 天天，嗨 ，The Guangxi Eagle Star， 阿七 ，Hello， 阿七 ，Hello，
怎么样啊，老板娘，最近生意还不错吧？谢谢。死阿梅，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别老板娘乱叫，难听死了。那叫你啥呀？叫总经理。你就是老板娘嘛？那我是老板娘，谁是老板啊？那谁叫你不找个老板呀？你说就这点事儿，我都帮你操了多少次心了，每次你总是推三阻四的。 我也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琢磨的。我忙不过来嘛。再说了，你都没花无主呢，还真有好货，你还能留给我呀？我现在呀，是明草有主了。才四十三，正宗的王老五。这年头啊，只要有钱，43不老。你这个疯婆子，别想太想疯了。 我的理想嘛，就是要嫁个有钱人，哪有你的理想那么崇高啊？你是不是要去北京考音乐学院啊？你笑话我？我能考得上音乐学院，就是喜欢唱歌嘛。哎，要是哪天我能到北京去参加青歌大赛，我知道。然后呢，还要带着寨子里的妹仔组成一个什么小刘三姐的组合？我就瞎想。 白日梦，我又不认识人，又没钱，又没关系的，也就瞎想。喂，经理，你找我究竟什么事儿啊？这位呢，是咱们旅行社退休的老前辈莫叔。 莫叔啊，想找个金牌导游，临时呢加个团给你，而且非你接不行。不行，你答应过我带完这个团，你让我休假的。休假可以，以后再补嘛。我们家有事儿。阿梅啊，你要是不接这个团呢，以后啊就不要在我这干了啊。我还有会，莫叔没把钱给我。 我吧，我跟你说啊，我男朋友明天早上就要到了，我要是不陪他去玩的话，他就跟我吹了。有这么严重吗？我跟你说啊，他能耐可大了。我把你要去北京发展的事情，我告诉他了。哎，你知道吗？他认识中央电视台的人，他能帮你。真的？嗯。那你要我怎么帮你啊？你就帮我带几天团吧。 只要你把我的工作搞定了，我就能把我的他搞定；我把我的他搞定了，他就能帮你搞定。你看你这花舌头，可我干得了吗？哎呀，具体任务非常简单，一个人的团呀特别的轻松。广西你都游过好几次了，你呢，只要带上这个团，按照这个行程表把路线跑完，我们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我再想想吧。 想，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完了，这彻底都看不见了。哎呀，韦文德，您是莫叔吧？我是阿梅的朋友。都几点了，阿梅啊？当导游第一要遵守时间。啊，对，咱们别把韦文德给漏掉，咱们眼睛盯紧了啊。嗨，我是韦文德。啊。 文德，我们等你好长时间了。哎呀，我是你远房的uncle。我知道你，你是莫叔叔吧？哦，对对对对。哎呀，
你呀，一模一样，尤其是两个印儿啊，跟你爷爷一模一样。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文德先生，我们做了精心的安排，旅行社给你派了一个金牌导游阿梅小姐。嗨，阿梅小姐，麻烦你了。不客气。走吧，走走走。哎哎，我来，你听手机啊。 快搬东西啊！这眼里一点活都没有。哎，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你什么你呀？还金牌导？我说你什么话？嘿，老婆，说说，他只是掉了个包而已嘛。阿德，嗯，我们广西呀。 山美水美人更美啊！我更希望能够多听到一点刘三姐的音乐。<笑>我们广西妹仔人人能歌善舞，个个都是刘三姐。你只要见到刘三姐，也就找到你那个 music。OK <笑>。我这两天呢，陪你玩玩桂林、阳朔、丽江啊。我已经退休了，不能陪你全程。 好在我跟阿妹啊，已经交代过了，啊，她会帮你安排的舒舒服服的。那这样吧，老莫叔叔，桂林和丽江您也不用陪了，嗯，有她就够了。再给我一辆车，司机也不用了。也好，你们年轻人有共同的语言，玩起来比较轻松啊。好在阿妹啊，也能开车。我不会开车。 别太谦虚了，我听你们经理说了，你车开的刷刷的，非常的 very fast。<笑>可是我不是。没关系，我喜欢开车，你帮我指路吧。好，一二三。 拍到了吗？嗯，你看，真的。Incredible！ 你看过电影《三峡好人》吗？什么？有三峡图案的人民币是10块的，我们这是20块的。这说明啊，我们桂林的山水比三峡的风光贵一倍呢。这么贵啊！好东西。 钱是我的，啊，这我的钱，你帮我给的。你帮我拿一下。你是学摄影的？我是学音乐的。那你到广西纯粹是为旅游啊？我是来做毕业作业的。我的导师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多一些中国元素。 认得这棵榕树，这是电影里刘三姐和阿牛哥定情的地方。我们这儿的阿哥阿妹到现在还会到这儿来祈求爱情圆满、婚姻幸福呢。其实这里离刘三姐的故乡宜州还很远很远呢。是吗？那这棵榕树是电影的导演看中的，不是刘三姐看中的。那也不一定。 刘三姐喜欢船歌，就教人唱歌，说不定她以前也来过这儿呢。 OK， 喂，阿婆，哎，你的苗锦我都要了，过两天我来取啊。哦，对了，所有的货物都要颜色鲜艳一点的，生的不好卖。嗯，好的，好，那就这样啊，拜拜。 挑不了了。
谢谢光临。哎，好好。没见过美女哭啊。阿美，我那天接待文德的不是你啊。刘建，你跑什么跑啊？你怎么不把接人当回事儿？哎呀，接什么接呀，我男朋友都吹了。吹了个男朋友可以换一个，接待外宾是头等大事，何况人家是个相亲的。相亲的还是个外国人？哎，那他肯定是个有钱人喽。那当然了。哎，你别扯这个，那天冒充你的人是谁？刘甜甜。哎，他不是冒充的，他是来顶替我的。他是不是导游啊？到底是不是？乖乖，要出大事儿。今天礼拜二，明天礼拜三，明天应该到姚站，我得赶过去。你为什么要抬我？这很好玩呀。这有什么好玩的？我觉得这样爬山挺有趣的。你们老外真奇怪啊。这梯田的历史有多久了？我们这点梯田从元朝就开始建造了，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大功告成。元朝到清朝，那是多少年？一共造了800多年呢。哦，你说容易吗？我先生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样啊？我没事，你还好吧？你手受伤了？没什么，就破了点皮。怎么没什么？你是学音乐的，要手坏了怎么弹钢琴啊？我手真没坏。上轿吧。还上什么轿？老老实实走路吧。再说山顶也快到了，走吧。走吧。把手给我。啊？给我？叫你别逞能吧。真的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你别动。别拍我。哎呀，你别拍我。那拍手。叔，您喝茶。好，谢谢啊。老莫，哎，你可有年头没上山了？啊，老了，退居二线了。最近又添了个孙子，老伴让我整天带孙子玩，累得我呀，自个儿像孙子。哎，你们家阿娟有人家了没有？没有。现在的妹子心高了，太好。
你看啊，是鸭子，就在这儿了。家里有人吗？有人吗？莫叔，我在这儿已经等候多时了，请吧。太棒了，你能再唱一次吗？当然可以了，不过按瑶族的习惯，听完敬酒歌得连喝三杯，是不是这意思？对，啊，一杯也不能少。一杯，啊，嗯，挺香的呢。嗯。第二杯啊，来。味道挺淡的，比马头人好喝。神偷马，知道 OX 啊 XO。 接着唱啊。别看这酒是糯米做的，后劲可足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啊。只有向客人劝酒，哪有吓唬客人，真是。就是嘛，别想吓唬我。我没吓唬你。莫叔，嗯，那你和阿娟陪陪客人，我出去办点事儿。爷爷你慢点吃啊。来，我们吃，来来啊，吃，来。好，这些我都要了。好的。150块，拿好啊，等下次有什么好的再给我留着。再见。你给我站住！莫说。啊。你跟阿美搞的什么鬼啊？啊！莫叔，我没搞什么鬼，我就是帮阿美一个忙。你帮了倒忙了啊！冒充导游，你玩笑开下去，那成国际玩笑了。有这么严重吗？造成的是国际影响，这个责任我负不起。哎，你背那么多山货干什么？哦，这是给我自家店进的货。好，你小算盘打得可真精啊！啊，导游成了导爷了。好，底下的日程啊，我来陪阿德啊，你当个见习导游。交杯酒，交警酒都喝过了啊！阿娟，你们寨子什么时候丢香包？让阿德去开开眼啊！啊，丢香包？香味哦，米呀香味，米呀我不及，七八好米啊。
来会把我们给想死了。我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怎么会啊？再忙啊，也到这儿来教你唱歌啊。等我们下次啊，把歌练好。不清楚，你进去拍。近景，近景，特写。照顾他啊，您放心吧。哎，昨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唱山歌了，你听见了吗？你做梦听到的吧？就我听见了。听说昨天你喝多了，我叫你不要喝那么多，我不信。看到了吧？是阿娟一直见过我才喝的。人家叫你喝多少你就喝多少。一个美女让你喝酒，你能不喝吗？多没礼貌呀。那有个帅哥把酒递到你嘴边，你能不喝？他不要喝。
是世界第一的长发村，这样的景观只有这儿才有呢。嗯，还真有趣。阿娟，你的项链还给你。哦，小凯，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给自己的平安链，你留着做纪念吧。你送给我？呀，你带的那个工艺品，做工很精致，我很喜欢。昨晚我没拿到，你能也送给我做个纪念吗？得，你过来。什么事啊？你过来啊！你等我一下。怎么了？我问你，昨天晚上你看见哪个小伙往妹子身上砸香包了？好像是没人砸中。砸香包是瑶族青年男女之间的游戏。妹仔怎么砸小伙都没事儿，要是哪个小伙往妹仔身上砸香包，就说明他喜欢那个妹仔。OK， 阿娟是很可爱，我是很喜欢她呀。你怎么就不懂呢？这里不是国外，不能随便说喜欢的。再说了，虽然昨晚丢包是民俗游戏，那小伙子也不能随便丢啊。要是那小伙再要了妹仔身上的东西，那就说明这个小伙想娶那个妹仔为妻。什么？这么严重啊？嗯，你这个导游也不早告诉我，我差点就做了这里的压寨先生了。莫叔，阿娟是个好妹子，你劝劝阿德呢。劝什么？哎，我看阿娟跟阿德很般配。我告诉你，阿德这次来啊，是来相亲的。相亲？啊。阿德是来相亲的？啊。他不是来听山歌的吗？听山歌，跟相亲不矛盾的。所以你这次的任务不简单，啊，不单单是陪他在底下逛一圈。我可不帮纨绔子弟报名拉纤。你怎么说这么难听啊？啊，啊，阿德是纨绔子弟，那我就是纨绔老叔了。他是在国外长大的，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这少数民族的妹仔呢？要保媒拉纤，你自己去，和我没关系。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是相亲任务完不成，你要负完全责任。你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你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回家去。老莫叔叔，嗯，阿妹她做得很好，你为什么又怪她 ？Why？ Why？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情况。拜。我，什么情况呀？嘿妹，别哭了 ，OK？ 不敢。我怎么了？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你别恨我。我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你是个骗子！我是骗子？妹，妹，你别走啊！把话说清楚嘛！你说你是为了音乐来广西的？我是啊。你别嘴巴上说的好听了，你是为了女孩吧？妹 ，I don't get it。你要是想相亲，就大大方方说好了。你干嘛要打着音乐的幌子呢？
这叫虚伪，叫虚伪。什么虚伪？你再说过一次。你这个导游，对客人一点礼貌都没有。你这么讨厌我是吗 ？OK， 我走好了。I can go by myself。阿德，阿德。好了，刘甜甜，你把事全搞砸了。他开车走了，一个老外，人生地不熟，万一出事怎么办？我还是我什么我去找乡长去。你为什么要回来找我？我怕你挨莫叔的骂。再说了，没有你，谁给我带路啊？想到什么好事了？莫叔跟我说了，阿娟就是他给你找的媳妇。莫叔也是好心，你不要怪他了。我知道，肯定不怪莫叔的事，一定是我爷爷在背后指使的。我只是想打电话问我爷爷，为什么我人都到广西了，还要控制我的私生活？你别这样，都是我不好，不该告诉你的。不关你的事。电话还我。你冷静一下，我们壮族最尊敬的就是长辈了，你不可以这样的。但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你爷爷说不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要实在不想相亲，我可以带你走另外一条路啊。你何必去惊动他老人家呢？那还有别的路吗？怪不得你非要带我来新城啊，原来又要做你自己的买卖。这里的土司衙门是广西很有名的旅游景点。我想，你应该很喜欢历史古迹的，是吧？这车应该能挣好几千吧？分我多少？为什么要分你啊？嘿，大部分都是我帮你搬的。我发现你一路上都在帮自己假公济私，做自己的生意吧。哎，你干什么呢？我再搬一遍，肯定有人说闲话。哎，好好好，我跟你开玩笑的。照计划，咱们今天应该在苗寨的，这样又耽误了一天了。你是不是我让你搬东西，你不高兴了？我哪敢不高兴啊？我只是觉得你身为一个导游，你没有尊重客人的权益。就算你是我的客人，你帮帮我不行吗？好，帮女孩子搬东西是我最拿手的。OK， 去苗寨。叔，你怎么会在这儿？对呀、啊，为了等你们，我已经跳了两个多钟头了，已经。阿德，你今天来巧了，
今天是我们苗家的曼高舞啊，跟芦笙彩堂，你可以大开眼界了。哎，甜甜，半山腰里啊，有几户乡亲们有半年多没人去收山货了，我跟他们说好了，你呀、啊、赶快去收货去吧啊。莫叔，我还做阿德的导游呢。今天你轮休，陪文德的有我跟阿叶。阿叶。我的老师啊，最喜欢收集各种民族乐器了，正好买一个送他做礼物。好啊，你算找对人了，阿燕家是专门做芦笙的。阿燕，给文德讲讲我们芦笙的特点吧。好，我们这的芦笙有很多品种，像这个就是用金竹、楠竹和芦笙竹做的，这个小的是用炮竹做的，音色非常优美。我喜欢这个，拿走。这个。阿爷，我们苗家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最尊贵的客人。这没什么，我在中学乐队里还吹过圆号呢，这些乐器其实原理都一样的。怪不得，阿德，这芦笙就是我们苗家的 sax， It's saxophone。sax。这是什么声音啊？那是在吹树叶。有人来走寨来了。走寨？也叫做媚。做妹，那是我们苗家的风俗啊。小伙子把树叶吹得是悦耳动听啊。吹到姑娘的心坎里，那姑娘就出来跟他对歌来了。这么好玩啊。那吹芦笙行吗？那当然好了。我来吹一首。好。Yeah.
哎，你别吹了。哎，这芦笙是阿燕早就送给我的，怎么在你手里？吹什么吹啊你？走。原来这就是走寨做媚啊。活该啊！你知道吗？我听别的苗妹说，阿良和阿燕下月就要结婚了。啊？你这样明目张胆的抢人家阿燕给阿良的芦笙，他能高兴吗？我哪知道啊！再说了，我又没抢，是莫淑英让阿燕把芦笙给我的。就算你没抢，你可能也是热情过头了。要不然阿良怎么会误会你要抢阿燕呢？热情又不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你不会告诉我又是莫叔的错吧？你报复心还挺重，就因为我骂过你。哎呀，算了，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了。你能告诉我，你这么拼命挣钱是为了什么？我在攒学费，我想去北京上学。行，那我下次还免费帮你搬货，搬多少都行。不用开气啊！我问一下，那房间的热水到几点啊？哦，全天都有的。哦，谢谢啊。不用开气。服务员，来啦！服务员，哎，来了来了。你这么晚还不睡，想象什么呢？你看你。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去看侗族大哥呢，别耽误了正事儿。那也行。啊，这给你。谢谢。DV 给我吧，我帮你充电，你早点睡。哎，充电器。哦，差点忘了。晚安。晚安。鼓楼就在前面了，我还得事儿，我就不陪你了。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到了。我不认路，你陪我去嘛。你行的，很近的，就在前面。再说，我还约了人了。你还约了人？你侗族的男朋友吧？你管呢？4点啊，4点还在这儿集合，我走了。
师傅，这个药一天喝三次。蓝师傅，慢点啊，小心烫。谢谢。蓝师傅，我知道您是这方圆百里做芦笙的高手，我今天想买一把芦笙。哎，没问题。你看，墙上的，屋里边，你随便挑。蓝师傅，我想要您这儿做的最好的。你看看，怎么样？这个真好看。我有一个朋友想送给他老师一把芦笙。哎，这做礼物最好了。这一定很贵吧？蓝师傅，你看。我就带这些钱，余下我下次给你好吗？哎，甜甜，你怎么同蓝叔客气呢？拿这，哎，甜甜，我看你这个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吧？啊？你怎么才回来啊？又约会又进货，情场商场两不误啊！我误不误，关你什么事啊？怎么不关我事了？你看，你怎么给机器充的电呀？我动足大哥没录完就没电了。我充电了。那怎么会没电呢？那我怎么知道？我就是充电了嘛。是不是你机器有问题啊？你才有问题呢！充个电都充不好，你还会做什么呀？给你。对不起，以后货你自己拿。给你啊。你自己拿。广西是个温和湿润的地方，在这里，人的心情好像也是温和的，想生气都气不起来。一路上。和阿梅经常拌嘴，可一转眼我们又会和好如初。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和她斗嘴也是一种乐趣。在阿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北部湾。我从来没有想到广西也有这么美的海，而传说中擅长歌唱的金族歌手和美妙的独弦琴更是令我神往。太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只剩一间房了，要不二位再到别家去看看。没关系，一间也蛮好。说什么呢？开玩笑的。你是优先，你住吧。没关系，我住农家乐，你住这儿吧，你是客人嘛。别跟我争了。别争了。我已经帮你们订好了两间房间了。够累的了啊！洗洗脸，收拾收拾，早点歇着。在苗寨不是说好了吗？我跟你们一块儿走，你怎么先把他带跑了？对不起啊，莫叔，他非要让我带他一个人去洞寨，我也没办法。阿丽啊，待会儿对阿德要热情周到啊，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莫叔您放心吧。对，好，那我走了啊。哎，阿梅是你呀、啊、你过来你过来。莫叔你干嘛干嘛。哎呀。
样。我说阿美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穆叔叔，我来是对程胜算呀。你想，苗寨、姚寨都去过了吧？没有给韦文德找到合适的对象是吧？那你怎么跟他爷爷交代呢？这，说的也对呀。你是汉族，你能唱这儿的山歌吗？这个就叫临阵磨枪，不快一亮。莫叔，莫叔，你好自为之啊！啊，昨天晚休息好吗？山歌我都安排好了啊。这对，中午啊，我请你们吃海鲜啊，我去张罗一下啊。好。Hello， 你，我叫阿梅，是金族姑娘。你也叫阿梅？你们广西妹仔都喜欢叫这个名字啊？那边那个叫阿丽。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真的吗？我们太有缘了。那我们去听唱歌吧。过来，你搞什么呀？你跑来这儿干嘛？你忘了，陪他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呀。你不是在陪你男朋友吗？哎呀，还男朋友呢，去了去了啊。对了，甜甜，莫叔叔说韦文德这次来广西是来找女朋友的。你看他这么有钱又这么帅，肯定跟我很合适了。你觉得？跟他有没有戏啊？我，哎呀，我什么我呀？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多少对他有些了解。甜甜，你一定要帮我。我怎么帮你啊？这样吧，你呢，看我的眼色啊，我去唱山歌了。你还会唱山歌？哎呀，我这个叫投其所好，对症下药。阿梅啊，我没见过他，他只是长得像我一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我能不告诉你吗？随你的便。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他长得很像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喜欢过的一个女孩，我们曾经天天在一起念书。哦，原来是这样。雷哥啊，哎呀，文德，你别除了照相就听音乐呀，那么安静。走，大小姐，一起来吧。我不去了，你们去吧。走吧，走吧。走吧。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玩吧。你不去也好，来，拿着，给他，给他，给他，拿着，谢谢啊。走啊。
接得住。哎，哦，哇哦，姐姐，快点，姐姐，快点啊！甜甜，莫叔叔海鲜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过去吃吧。他们还玩得正高兴，那我们先过去吧。我不太舒服，我不想去了。这他们东西，你给他拿着吧。嗯，那我一会儿给你带点过来。不用了。哇哦，这么大的扇贝。那你就多吃几个，吃完以后我代表你爷爷跟你谈话。莫叔，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呢？好，阿德，我们这次从广西的北边走到广西的南边，上千里路啊，看了很多阿妹，你看中哪个了？莫叔，我早知道你暗中安排了这些，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我都是为你好。那个哈妹阿丽怎么样 ？Stop it！ 别再说了。阿德，我的工作原则是，啊，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您早就退休了，哪还有什么领导？你爷爷就是我的领导啊！啊，你要配合我的工作。除非你已经找到心上人了。我找到了。谁啊？阿梅。阿梅，你喜欢阿梅了。甜甜，甜甜，甜甜，怎么了？怎么是这么高兴啊？你知道吗？韦文德说他喜欢我，我亲耳听见他跟老莫说的。你高兴吗？啊，我高兴。阿梅，嗯，看来我这个冒牌导游在这也是多余的了。我要走了。哎，别走啊，咱一起玩，没事的啊。不了，我要去宜州看我阿爸阿妈，还要教小刘三姐唱歌。哎呀，不着急，等会儿还要去桂林，我的铺子已经十几天没开张了。嗯，行，那你就忙你的去吧。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铺子的事儿你就不要太操心了啊。我呢，跟我们文德说一声，让他给你投点资，那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你多谢。谢什么呀？咱俩是跟谁呀？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谁哭了？我是瞎子眯了眼睛了。哎，不会是你也喜欢韦文德吧？我怎么可能？我只不过是个撞在的妹子啊。再说了，这一路上他见一个喜欢一个，我才不会喜欢这种人。没事，不怕。我是谁呀？我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我呢一定要凭我的个人魅力让他对我一心一意的。没事，不怕啊。那就好，我走了。哎，别。哎，甜甜，甜甜。什么？你说什么？他走了？为什么？他说他们家里有急事儿。不可能的，你骗我的吧？我没骗你，真的。哎哎，阿梅，阿德跑那么急上哪去了？我跟他说刘甜甜走了，他就跑了。你怎么让他走呢？你糊涂啊！怎么了？他喜欢上刘甜甜了？不可能，我亲耳听见的。他说他喜欢阿梅。是阿梅，不过他喜欢的是顶替你的假阿梅。
都是你这个真憨脸。他说，他还说我像他的初恋情人呢。像有什么用啊？他的心思根本没放在你身上。这么好的天气下雨了，这么好的天气下雨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根据我的观察啊，阿德跟甜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下你明白了吗？我说，我觉得甜甜和韦德才是真心相爱的。我是捣乱。嘿，在想甜甜吧？没有，我在看船呢。别骗自己了，你要是喜欢甜甜的话，就去找她。我跟你说啊。甜甜呢是我们壮家的妹仔，你呢就要像壮家的男人一样，唱着山歌一路追过去。那甜甜现在在哪呢？她回家乡宜州传歌去了。传歌？嗯。她会唱山歌？当然了，甜甜是我们这儿很有名的歌手哎。哦，对了，她留给你的芦笙。欢迎大家乘坐这艘开往宜州的游船。宜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刘三姐呢是唐代的夏景春壮族女子，她呢生性喜欢唱歌。看过刘三姐电影的请举手。好，请刚才举手的游客到船头对歌。对歌。宜州是山歌之乡，入乡随俗，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吟山歌才能上岸。不会对歌，你不会举什么手啊你？我哪知道啊？美若抬头歌就唱嘞，美不抬头歌就收嘞，美若抬头，美若抬头歌就唱嘞，美不抬头歌就收嘞，嘿哩啰嗦嘞歌就收嘞，美不抬头歌就收嘞。Thank you.
我就不送你了啊。你就送我上去吧，万一甜甜不肯见我怎么办？那就看你本事了，我可不能包办婚礼。哎，阿梅。哎，我才不要当灯泡呢。再说了，要是甜甜不理你的话，你找我，我理你。请问一下，刘甜甜是住在这吗 ？Yes。莫叔。嗯。我也恭候你多时了。你怎么又在这儿？你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啊？我找甜甜。站住！老母，我帮你求过亲，哎，求过亲，他的父母不答应，那个不答应，他们说两家不般配，哎，不般配，天天也恨你心太花，那个太花心。我太花心？嗯，我自己跟他说。他真的不在。那他在哪儿？给小刘三姐们传歌去了。小刘三姐，啊，快去呀！春来你可风啊吹呀动，花儿花开呀，花开应得彩。男孩看见野玫瑰，多么娇艳的玫瑰，几天不见心快碎，为了见他我跑断腿，快点和我来相会，玫瑰玫瑰野玫瑰，开在广西的玫瑰。花也巧遇呀，你别睡嘞，麻雀里偏有呀雀莺飞嘞，竹台插丛啊长大香嘞，王八发身啊把乌龟来，哎把乌龟来。想唱三个歌叫
可萨那哟那他呀索嘞那德拉森德人那多普那天佩斯塔佩拉德拉弗雷斯卡帕德拉加纳菲斯塔佩贝拉科萨那哟那他呀索嘞太阳早已落下嘞，那个哦呀，莫把光阴再蹉跎，快快回家做工嘞，那个可呀，莫等先生来敲闹嘞。想再回去先前你还冷若冰霜呢，现在你就回心转意了。以后你唱歌，我写歌，咱们不光要让小刘三姐唱到北京去，还要，也许可以唱到国外呢。那就好。文德，你也别太难过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我难过什么？你就别瞒我了，莫叔他都告诉我了。莫叔告诉你什么？莫叔说，你也打电话来，因为金融危机，你们家破产了，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从今以后，你和我家就什么了？不会门第悬殊了。我昨天才给家里打的电话，肯定又是莫叔出的馊主意，真的 ，sorry。你又骗我！哎，甜甜，你相信我，我会作曲，我可以自己挣钱养活你的。只要你答应我，让我留在这里。Hello, good evening. Oh, sorry, you morning. 魏静老师， everything okay? 我梦见了刘三姐，一山傍河把歌唱，鱼儿忘了捉迷藏。他没忘了回家乡。